投资新焦点，伊斯干达 Iskandar，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共同的战略重点，被形容为犹如深圳与香港的经济特区，总面积2217平方公里。伊斯干达发展迅速，美迪尼 Medini 成为外资投资的热门商业区。除了无土著固打制，外国人也将有无最低限制购买产业，更享有免付产业盈利税 RPGT。 该区商业投资能享有10年免税优惠，优惠领域包括旅游和休闲、教育、创意、卫生及保健项目。往返新柔第二通道占据地理优势，靠近柔佛关税、移民与简易大厦，周围重大发展环绕，包括国际一流教育中心、教育城 Edu City、 海内外知名国际学校，到此开分校，创造一个充满学习的优良环境。 Glen Eagles Medini 保健养生中心为民众提供世界级的保健服务， Pinewood Studio、 乐高主题乐园 Legoland 以及多间购物中心，与新加坡隔海遥遥相对的公主港 Putri Harbour 朝着适合宜居、工作、娱乐、休闲之地而打造。这里环境惬意，港口停放了多艘游艇，更打造多间海景豪华酒店，仿佛置身世外桃源。加上国际渡轮码头营运后，将吸引来自新加坡及印尼等的旅客前来大气度生活。皇家御地 Iskandar Residences 创造绿色舒适惬意的生活空间，两座一共640个单位的豪华公寓，结合了地标性高楼建筑和完善休闲设施，配合区域对产业的优势和需求，多重优惠政策保驾护航。目前工程如火如荼进行至80%，打造充裕空间且低密度住宅，同时保留部分土地用作绿肺，让社区的空气清新，洋溢健康生活气息。奢华般生活，皇家御邸，休闲度假的一种生活方式，让身心灵获得深度的休息。奢华度假村的氛围，四周围绕宜人的绿意盎然，每层不同楼高的巧妙设计，让每户也能眺望新柔长堤美景，缓解生活压力，提供远离喧嚣的舒适环境。皇家御邸，舒适、惬意、奢华，生活与享乐，尽在皇家御邸。